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吃什么呢？这个高压锅弄的红烧肉，我还是第一次用高压锅，还是不错。这个是我自己弄的那个麻辣鸭，话不多说，搜！高压锅压出来就真的是不一样，我自己明显都跟墩墩的。就是鸭完身的红烧肉汤，哇，这样子吃我太爽了。哇！